医生就帮我照 X-ray， 骨头跟骨头已经开始摩擦了，骨关节是退化性的关节。后来医生就跟我说开刀了。目前全球关节炎患者有超过3亿人，比较出力的那只脚通常都会有一些膝关节的问题。我做人其实很简单，第一我是做运动，第二我相信科学。